咁我哋嗱就跟住落嚟呢個科學會錄回憶錄啦。咁呢個科學會錄咧，其實有啲神秘之嘢嘅元素入邊。咁你簡單介紹下點解啊？咁即係台長同各位聽眾會唔會開心啲啊？即係聽到呢啲即係比較神秘啲嘅題目。嗱咁講咧，我又唔係好特登咁樣去揀嘅，因為咧，即係我發覺喺呢個有神秘色彩嘅呢個古仔裏邊咧，係入邊經歷過一啲我都覺得幾扎實嘅科學考證喺度，咁所以就更加值得去同大家去講。嗱，咁如果咧，睇翻台長喺佢嗰個身後邊個畫面 show 出嚟嗰個標題咧，佢講緊一件事喎，佢就話咧係講緊一個古文明啊，講緊呢個黎凡特係咪？即係呢度係講緊對應緊以千年甚至萬年計之前，我哋相信係人類文明起源嘅嗰一點嘅嗰啲位置啦吓，咁就考證到咧曾經經歷過一啲咧天文嘅現象。咁佢可以係一啲陨石嘅撞擊，或者係一個彗星嘅撞擊。咁然之後咧，佢撞擊嘅遺跡咧，我哋考究到出嚟，我哋知道佢係幾多年前發生。咁而好特別嘅就係，大約亦都係差唔多嘅時候咧，我哋好睇到喺嗰個地區嘅嗰啲人啊，嗰種維生嘅模式咧，就出現咗一個同時間出現咗個轉折，就由原始嘅捕獵採集社會咧，就走入咗去農耕社會嗰度，而且一切呢啲嘢都唔係就咁噏嘅，因為嗰陣冇文獻，但係全部就由嗰個當場個考古同埋嗰個嘅分子化學嘅層面度做到個考證嘅嚇，件事就係咁啦。嗱，點解呢個有神秘之嘅色彩咧？就因為咧，近年有一個講法啦，就喺嗰個土耳其嗰度啊，有一個叫哥本哈根石陣啦。咁嗰個石陣咧，就係一個獨立嘅地方嚟嘅，但係有廟喺度嘅。咁嗰個廟本身咧，就個時間大概都係而家呢個時間1萬年到啦。咁點解引起個爭議咧？就是、因為一傳統嘅人類學咧，或者考古學就會認為咧，人類嘅社會係喺農耕社會之後先出現宗教嘅儀式，因為你成班人咧，如果你唔係聚埋一齊固定去地住咧，其實做唔到呢種咁嘅宗教儀式嘅。但係喺呢個廟入邊咧，即係呢種咁嘅石像入邊咧，就出現咗一個所謂祭祀啦，同埋佢哋懷疑或者估計。應該係一啲宗教嘅活動喺入邊嚇，咁呢個就即係涉及到咧，就係由嗰個狩獵嘅社會去到農耕嘅社會之間嗰個轉折嘅情況應該係點樣啊？咁另外一個點解又會神秘之嘢嗰個嘅即係元素咧，就是、因為咧有一位仁兄啦，呢位仁兄係有啲人好 Q 憎佢噶啦嚇，不過唔怕，因為開埋名啊，叫 Grant Hancock 嘅，佢就話咧。喺呢個即係人類嘅歷史，大概1萬年前到咧，其實有一個文明喺度嘅。咁我唔想用到超級文明啦，佢又可能會用到。簡單嚟講，一個文明，但係呢個文明咧係因為嗰個隕石撞咗落嚟嘅地球，一個巨大嘅撞擊之後咧係消失咗嘅，但係佢喺殘餘喺度。咁一路咧，其實拗緊呢個問題就係佢講嘅嘢係荒謬嘅，根本唔可能喺即係嗰個。但係而家你講呢樣好似係喎，真係。系，甚至乎你可能有啲朋友系好中意听台长讲神秘嘢 UFO 嗰啲，喂，会唔会个陨石撞击？其实都唔系陨石，唔系彗星嚟嘅，呢啲系 UFO 嚟嘅，佢教地球人去种植咁样，系咪？你好容易有咁嘅想象嘅，所以咧，我觉得即系呢度吓，就即系听到可以好开心。咁但系咧，我就会同大家讲多啲佢个考古嗰个发现啦。嗱，咁你如果問佢會唔會其實真係1萬年前有其他文明出現咧？咁我就覺得比較少，即係比較少機會會係。咁因為就純粹喺嗰度嗰個泥土嗰、那個，即係嗰啲考古發掘嘅考證嗰度咧，就你揾唔到一個比喺1萬年前一個另外一種嘅文明。相反，喺當時嘅人生活嘅遺跡裏邊啊，咁佢點樣揾到呢遺跡咧？佢就發覺咧，專係喺呢一個敍利亞比較高原嘅地帶，同埋嗰個兩河流域，即係嗰個底格里斯河同幼發拉底河嘅上游位置嗰度，就喺佢個地質度發現咗好特別嘅嘢。嗱，有一啲嘅遺址咧，就已經係因為佢起水壩攔住咗啲要用水咧，就有啲地方係淹浸咗嘅。但係發覺好多嘅地方咧，原來係留低咗好多嗰啲隕石撞擊坑喺度嘅，嗰啲唔係一個好大嘅坑，而係一啲咧
由好多碎片組成嘅一個碎片散彈散落嘅地帶嚟嘅，咁就有好多係可以考證到咧係撞擊坑嚟嘅。我點知嗰度係撞擊坑啊？我游翻去嗰啲嗰個坑或者個湖底嗰度去考證佢入邊嘅土壤，尤其是睇下入邊咧有嗰種石英嗰種結構究竟係點嘅樣。就由個石英嘅結構就會記錄低咧，當時咧佢呢個石英係承受咗幾高嘅壓力同幾高嘅温度，而我哋考證到咧嗰度石英入邊嘅紋理咧，對應緊嗰種咁嘅温度同埋壓力咧，係一種似乎係天文撞擊級數嘅嘢嚟嘅。呢樣嘢只能夠喺一啲即係叫做隕石撞擊啊咁嘅情況之下，先能夠產生到嘅一啲石質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就有理由相信咧，其實喺嗰個幼法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上游一帶，比較即係甚至乎去到敍利亞嘅位置咧，係曾經出現過一啲天文事件喺度。其實咧又好得意，喺嗰個地方咧，唔止出現嗰啲天文事件嘅，就係甚至乎亦都有兩三年前有考證過咧，喺嗰個約旦嘅河谷嗰度咧，係發現到有一個曾經有原居民居住嘅部落咧，係因為天文事件而滅咗村嘅。嚇，呢個係講緊公元前1600年，即係而家就對應翻。但係今次講緊呢個古仔咧，就仲遠啲，係直提講緊距離今日係12800年到，而家個估計就係喺呢一個嘅敍利亞比較即係高原嘅位置啊，兩河流域上游嘅位置嗰度咧，就曾經出現一個比較劇烈嘅碎星或者係隕石撞擊嘅事件。咁其實咧大家即係都重温一下，我哋唔好成日以為咧隕石撞擊就係一粒嘢撞嚟得一個坑，有啲會係咁。係咪？甚至乎我哋曾經試過都講過，科學新知講過世界上十大殘餘見到嘅隕石坑，有啲個坑真係好大啊，對應一個好大石頭撞擊嚟嘅。但係亦都有一啲咧係咧，佢係未落到嚟嘅時候，本身就係佢可能係冰粒氣體嘅，就已經係解散咗啊。佢本身唔係一啲好硬嘅嘢撞嚟，係啲好鬆好蓬鬆嘅嘢撞落嚟嘅時候咧。佢就好容易分裂撞散咗，甚至乎喺個地面度已經完全蒸發曬，就唔會留低一個獨立好大嘅坑，而就係一大堆好細碎嘅坑，就好容易就會被淹沒消失。但係似乎咧，就喺今次呢一個咁樣嘅中東嘅位置、敍利亞位置咧，就揾到呢啲咁樣嘅遺跡，而且喺呢啲遺跡入邊嚇，每一個嗰啲咁嘅坑仔個底嗰度揾佢嘅石質咧，都揾到應該係來自同一個嘅天文事件嚇。而同時間好得意就係話啦，就係大約亦都咁上下時間咧。如果你睇翻嗰啲人類活動嘅遺跡，你就會發覺佢嗰時嗰啲部落留落嚟嗰啲糧食嘅遺跡，原來就係由捕獵採集嘅社會食野果，食一啲叫做嚇未純化嘅谷物為生嘅一個咁樣嘅採集社會。就經過咗呢件事之後嘅另外一個地質層度睇到咧，佢就轉化成為咧，就主要係食嗰啲高糧啊、五谷啊嗰啲咁樣嘅社會，就好明顯係耕作文明嘅社會。咁就係似乎咁啱得咁巧咧，就係由呢一個嘅即係天體事件嘅嗰個地質層以上同以下咧，就分別睇到呢兩樣唔同嘅文明嘅遺跡嚇。咁所以你就會好關聯咧，就係話兩者純粹係一個巧合啊。定係真係咁得意，就係會有因果關係喺裏邊咧？咁呢度就即係留俾大家去發揮想像啦。我可以加埋嗰個具體原因嘅，因為咧佢呢度亦都有講啦，叫 Younger Dryas Impact Hypothesis 啊嘛，係咩叫仙女木嘅假設啊？咁就係話咧其實喺呢個之前咧，曾經地球應該係出現過一個冰河期嘅。剛才我們講的 Grand Hancock， 他說撞下來之後跟著怎樣呢，就個溫度上升了，所以大量的冰塊移動和是溶水的。這個說法未必對，但肯定就是12000年的時候出現了一個冰河期突然間結束的情況。這個冰河期結束呢，大家不要想著就說咦我們很容易理解，其實不是的，是快到講緊突然間啲水位升得好鬼勁啊！就原本嗰啲地方係陸地嘅，突然間喺水底入邊，而嗰個時間可能講緊係幾年啦，或者可能快到幾個月嘅。呢個喺個地球嗰個成個個進化歷史係好短好短嘅時間嚟嘅。
而當其時的人類是未適應到這個情況，所以在古代出現了很多大洪水的傳說。是啊，是啊，咁一路以嚟，甚至乎嗰啲天火焚城嘅傳說，我諗都係咁樣傳落嚟，係咪？一路以嚟就係話呢啲係偽考古學，咁但係呢個即係仙女木嘅所謂效果嗰個假設咧，就喺呢件事上邊，我哋發覺應該有一定嘅事實基礎。但係問題就係、是、嗱，我哋撇開呢樣嘢講啦，就呢個隕石撞落嚟地球，好似咁大鑊嘅。似乎睇落去嗰個機率都唔係低嘅喎。又嗱咁樣講啦，隔幾多年一次咯，嚇，又係啲幾多年？萬幾年喎，如果呢度講，距離至今萬幾年咁樣嚇，但係本身佢自己你要揾翻啦，佢個大小係對應幾多年一遇咧，亦都咁呢度我諗就冇乜嗰個數字，即係去俾到出嚟係嘛？以我記憶印象就冇 ，OK 嚇。咁但係甚至乎有啲係去到公元前1600年嗰只彈河谷都可以俾人哋有啲係撞到滅村嘅咁樣，咁都係嗰句啦，機率唔係零咯嚇。咁但係越係往後嘅時間，個機率就會自然地降低嘅，其實就會係。係。咁嗱，呢個我哋可唔可以對照嗰個嘅恐龍滅絕嗰個情況咧？就嗱，而家大家睇到啦，呢個 Iridium Anomaly 啦，就係話。剛才你說過一些特定的元素應該是 Iridium、嗯、因為通常這些是在隕石和外太空才見到的東西，突然間在那個地面上鋪了一層的，是不是用這個推算回就曾經有一些隕石撞了下來？是的，即是這一樣東西就都成為了一個都幾主流的學說，因為如果你不用天體事件去解釋呢，你冇可能去合理地解釋到點解會有一陣嗰啲 iridium 咁樣走出嚟。而家有啲替代學説嘅就話，哦，其實唔關隕石撞擊事，完完全全就係地球個火山活動突然之間好活躍，咁就有個自制嘅冬天 ，OK， 咁就不見天日，咁甚至乎因為好多呢啲咁嘅火山塵埃。入面個濃度會唔會就係亦都係可以貢獻到呢扎 iridium 咧？咁如果是的話咧，咁你就可以提供到另外一個解釋咁樣咯。咁但係而家嚟講，我見都係比較主流啲咧，就係講緊隕石撞擊嘅學説，因為除咗合理地解釋呢一陣咁樣嘅隕石塵之外咧，亦都有揾到對應似乎係合理地大小嘅嗰個隕石坑。而家我哋講緊就係墨西哥灣嗰邊個隕石坑，就照計就應該就係對應緊嗰個咁嘅恐龍滅絕事件啊嘛。啊，係啊。這個就一對的父子 Alvarez 就就是提倡出來的嘛，就是當其中他們去替石油公司去找墨西哥灣那個的地質的時候，就發覺那個凹了進去，看一看它那個地面，就是那個的岩層的組成，就發現了突然間是鋪了一層的，而那個時間呢就叫 KPG Boundary。就係、是、嗰段時間就正好就係呢個恐龍滅絕嘅時間係相同嘅，咁就由此去推算，就是當其撞咗落嚟之後，喺墨西哥灣度撞凹咗，跟住就係成個地球嗰個氣候有變化。咁嗱，咁我哋跟住要問一個問題，就如果真係有呢個嘅隕石撞落嚟咧，係咪真係可以改變到個地球嗰個温度？夠大就得㗎啦。其實你真係夠大，令到成個嗰個嘅塵埃淺咗上去個大氣度，需要好長時間先能夠去跌翻落嚟嘅時候咧，基本上就等於你即係遮住咗個天，將成個地球氣温去改變咗咯。咁如果你話講翻即係翻翻嚟正題，唔係講恐龍嗰次，係講翻而家呢個12800年嗰次咧，就照計就冇咁勁嘅嚇。但係佢純粹就係能夠喺嗰個現場度留低咗一啲嘅成分，令我哋去考古上面知道嗰度曾經經歷過好高温高壓嘅即係嘅撞擊，而嗰樣嘢冇可能係用人力能夠做得到嘅。咁譬如台長而家你睇到呢幅圖咧，佢就講緊喺嗰度嘅土壤，我哋懷疑係撞擊地方嘅嗰啲咁嘅土壤咧，係揾到好多呢一種咁樣嘅石質結構嘅。甚至乎入面可能是包住一啲碳嘅成分啊等等，咁佢就話咧呢啲咧
係佢哋好熟悉呢啲隕石撞擊嘅時候咧，睇隕石睇好多，睇過大大小小撞擊嗰啲咧，佢發覺呢啲嘢就即係司空見慣噶啦。而同時間啦，佢哋做嘅嘢唔係淨係嗰個嘅物理學上邊嗰個考證層面嘅，而係佢哋喺嗰個咧考證翻農作物嗰度咧。亦都係做咗啲功夫，所以今次好得意嘅呢個考古係既通天文，既通呢一個糧食，即係但係用到一個分子科學嘅層面嚟去揾呢個考古嘅答案。嗯，咁其中一樣嘢就係叫 nano diamonds 啊，呢個納米鑽石。嗯，咁你想象到個壓力要有幾高先能夠出到鑽石咁樣嘅晶體咯？係咪？咁咪喺呢個 Grand Hancock 入邊都提到呢樣嘢嘅，咁但係即係我相信呢個題目係相當有趣啦。我哋今日唔係好夠時間，但係好可能咧呢個係即係前幾個禮拜嘅神秘之夜嘅題目嚟。用啦，講下，我都有興趣聽，係咪？咁啊，好多謝你，即係我自己都揾唔到呢單新聞。啊，你好嘢，即係點解啊？你會揾到呢單咁嘅新聞？那個原因好簡單，因為佢唔係出現喺個神秘學嘅網站入邊，出現喺咩咧？Physics organization 係咪咁啫？我呢啲物理人揾出嚟咯，所以咪要係啊，係啊。好啦，咁我哋今日嚇即係講完呢個諾貝爾得獎之後咧，就亦都係好幾單好重要嘅科學新聞啦。咁希望大家係即係好滿意今日呢個嘅內容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好，拜拜。梁錦祥工作室喺呢一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嘅年代。我哋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堅拒自我審查，因為我哋相信內容有價，而你哋嘅支持就至關重要。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 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守護自由言論。而我哋喺 YouTube 頻道上面嘅每一節節目，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同埋撳鐘仔啊！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